大家好啊，我是李家国 Yan 啊，今日 Yan 都会介绍间海逸湾二期的单位嘅。海逸湾二期共有12座1408伙，是2020年的下半年入伙的，发展商是益京。它4.7万尺的会所共有30项娱乐设施，分别有钢琴室、宴会厅、麻雀房、儿童天地、烧烤场、乒乓球房、羽毛球场、瑜伽室、健身室有两个、跳舞室、室内外泳池等等。今日介绍的这个单位是海逸湾二期的极高层243尺的开放式紧处单位来的。单位的总长度长达约 6.3 米，阔度约 2.5 米，而楼高是 3.15 米。可以摆到5至6尺的大床，或者间做一房。再摆埋梳妆台和大型衣柜，空间都还是绰绰有余。间开睡眠区位置可以摆到二人梳化、二人餐台和大型的电视组合柜。由于厨房是紧处的设计，阻隔了油烟不会分至外厅，配备埋有洗衣机、雪柜和焗炉。洗手间是名次，亦都是原有发展商的设计。今日介绍的这个单位有没有想了解多些的地方呢？有的话随时联络我啦。